偷盗水哥完成了五十天的优化，现在已经开始优化完毕了。我们先看这个原造型，它的最古老的造型，就是从开服到现在，五十天都没有做过什么优化，特别是这个东方不败的造型，是吧？啊，最近已经有五十天的优化新造型，消息已经爆出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